欢迎大家收睇扶贫致富最尾一集，讲城市规划与扶贫嘅特别节目。今日带大家嚟到天水围呢一个新市镇。天水围大家众所周知，俾人话系呢一个悲情嘅城市。呢、这个城市有30多万嘅居民，喺呢一个中环同埋呢一个南亚裔移民嚟讲，都系算比较高嘅居民比例。喺呢一个区域里边，除咗是冇乜呢個商業，亦都冇乜呢個工作機會之外，跨區就業亦都十分之普遍。今日嚟到呢度，可以同大家去一個幾個唔同嘅地方去探一探討，其實喺呢個規劃失誤嘅一個地方裏面，政府又好，民間又好，居民又好，做咩方法係可以幫助？在这个区里面的低收入的人士和家庭，最少起码令到他们不会做到这个跨代贫穷的情况。我现在在这条天水围的桥，出名之处是在于其实是曾经有一个天光墟的摊贩遇溺身亡。天水围是不是就是好像夜雨雾那套影片一样那么悲哀呢？今天来到天水围，咁啊，梗系揾我嘅老友何家康出嚟，同大家倾一倾偈，去探一探到下天水围规划失误嘅背后，同埋有咩嘅解决方法。咁啊，呢一块地我知道咧，就系咧，即系呢一个吓。蔡蘭就試過入標啦，咁亦都政府亦都試過公開地咁樣去招標嘅咁樣，咁但係即係點解到最後都係搞唔成咁樣？咁之後房署搞又好似即係冇曬聲氣咁樣。現今政府啲人不嬲多做多錯，少做少錯，唔做冇錯噶啦。咁但係點解唔得咧？就係、是、話政府肯意好平嘅地，好似1蚊啊，象徵式咁租塊地俾你，但係咧嗰1蚊之後咧。就只有攞你1蚊，就1毫子都唔會出嘅。你要求佢建啲咩上蓋啊，加啲乜嘢咧，佢係唔會做任何嘢嘅。咁啊，當然啦，你而家如果唔建上蓋，大家睇到噶啦，而家嗰度真係冇40度都37、8度噶啦。你有冇可能喺度坐喺度食嘢噶？如果唔係嘅，就要自己起噶啦，成本就會高。咁其實啊，咁高成本有冇人做呢？咁啊，即係冇成本啊，不特止啦，咁樣。咁其實即係講翻成個天水圍嘅即係區域啦，呢一啲咁嘅即係啲咁嘅跳蚤市場之類嘅東西，或者一啲叫即係臨時式市場，其實係喺沙士咧，又或者即係香港兵制不景嘅時間咧，其實喺香港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出現嘅。咁包括黃大仙啦、元朗啦，咁亦都係有嘅。咁呢啲咁嘅即係。攤檔啦，嚇、啊，露天式嘅攤檔臨時啦，咁樣大家可能都去過。咁啊，呢啲咁嘅即係嚇鋪頭仔咁樣，咁通常都係一樣係以呢、這、一個天水圍個人嘅名義去即係申請同埋登記嘅嘛。係啊，係咯，咁啊，完全係比較即係造就到就係當區居民嗰種即係就業啦，又或者只係最少自己創業可以自力更生嘅功能啦咁樣。咁啊，即係嚇。都很奇怪的喎，係咪先？有冇自己有冇諗過咧？其實嗱，2009年嗰陣時候，即係有篇新聞啦、就話呢一個嚇、我哋嘅香港特區政府就同嚇、某位嘅地產商就簽咗合約，咁咧就唔可以咧令佢喺呢一個嚇、天水圍區裏邊咧嘅經濟有咩損失嘅，有咩損失？即係保護地產霸權啦、啊。可以咁樣講啦，咁樣咁即係。即係呢一樣嘢係令到可能係即係一個冇就業或者少啲工作職位嘅一個地區，好似天水圍咁樣，係即係想就業嘅人都要跨區啦，係咪先？而個能跨區就業對於即係呢度低收入嚟講係即係負擔好重。我哋跨去邊先？起碼跨去中環啦。唔好跨中環，唔好過海，出尖沙咀搭巴士，而家17蚊一程，兩程咧就34蚊。啊、就仲未計你需要博輕鐵，呢度天北㗎，係要博輕鐵，如果係搭唔到㗎，269B 㗎。好啦，當你唔使博，加埋食飯、早餐，你冇一日最少要50蚊至60蚊，當你60蚊，
因為三十幾蚊車費啦嘛，你六十蚊根本上你嗰兩餐係食麵包嘅咋，朝早餐食麵包，晏晝嗰個最平嘅飯盒食，而揾啲十一二蚊嘅飯盒食嘅咋。一個月消費咧，淨係嗰啲咁嘅消費咧，基本嘅消費千五六蚊，千五蚊。好啦，咁當你八千蚊個月，而家揾到份八千蚊個月，而家啲 CI 仔好叻噶啦，嚇你減咗，減咗千幾蚊咯喎，咁啊得翻六千幾蚊，係咪啊？六千幾蚊，跟住啲細路仔咧。呢個細路仔佢唔喺屋企啊嘛，咁夜晚一餐梗係搞掂佢噶啦，或者晏晝又服侍佢噶啦，嗰度啊使費又大咗咯喎，七除八扣之下咧就剩翻三千零四千蚊到，咁啊四千剩翻四千蚊都外嚟做乜嘢咧？交租啊、燈油火蠟啊，咁我問你啦，你翹埋一手喺度攞翻一皮半皮嘢嚇，攞翻一萬幾千綜援，因為辛辛苦苦出去捱。都冇錢剩嘅，啲仔女又怕自己行出街啊，做街童學壞嘅。咁你認為出唔出去做嘢好啊？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即係區域嘅規劃失誤啦，導致到即係嚇，即係基本上係成個係 total failure 嘅一個區嘅區域。根本就冇諗過，好多嘢根本天水圍好多嘢冇諗過㗎。你住幾多人？由十九年前天耀村開始。一路到而家都冇，從來冇發展過商業，冇諗過啲人喺度住，喺邊度翻工做嘢，亦都因為而家嘅交通係單向嘅，朝早出人多，入人少，嚇夜晚入翻嚟人多，出嘅人少，所以交通費特別貴，因為單向啊嘛，佢調翻轉就空車嘅啦嘛，咁巴士公司點會唔貴啊？大佬你一程要俾兩程嘅錢喎，要咪 cover 唔翻條數喎？咁你點算啊？冇嘢做嘅咯喎，呢個附近冇啊你。至於元朗有幾多少就業職位啊？冇啊，元朗工廠都係死剩啊，大佬冇人噶。咁你鋪頭又有限噶啦，喺度糖水滾糖漿成班。天水圍咧就三高嘅，嚇、啊、就唔係血脂血糖，而係咧失業率高就自然綜援人數高，嚇、啊、外省人多，即係所謂我哋中國同胞又有一啲南亞裔嘅又有。咁啊，仲有一樣多嘅就係話嗰啲咁嘅行嚟行去三四十歲男人喎，係冇乜嘢做喎，會周街見到嘅。嗰班人佢哋唔係唔想做嘢，而係計條數。頭先計過俾你睇啦，係冇得做。咁你有乜辦法啫？不過有一樣好喎，一個安慰嘅喎，就係、是、係最近咧，你哋嗰邊東涌咧。攞咗我哋第一位嘅咯，個物價高。哦，係啊！哇，真係可喜可賀，恭喜恭喜恭喜！天水圍嘅即係好處咧，就係即係雖然都係叫南牆十不領會啦，咁但係起碼都仲有幾個嘅呢個屋邨街市嚇、啊，都可以同埋一啲即係零部分啦，少少嘅呢個零售嘅嚇凍肉店啊，或者即係散少少超級市場啊嚇細少少嗰啲，都可以即係做到一個嚇。啊區內嘅即係物價嘅嚇，即係不同啦。咁起碼即係有得揀。咁啊，東涌冇得揀噶嘛。哦，東涌係焗死添啦。咁但係天水圍一樣得意嘅就係糖水滾糖漿，呢樣一定噶啦。因為外邊啲人會入嚟買嘢嘅，冇理由叫元朗啲人啊，叫你喺出邊市區住人買餐餸㗎。天水圍都出元朗買餸啦。元朗平啊嘛。係咯。係。本來政府啲商場街市係最平嘅。而家調翻轉出元朗嗰啲私人街市啊，咁咧先係最平嘅。喂，你買先係最平嘅。全天水圍咧，最多人買嘅最平嘅街市咧就係天耀村街市。知唔知點解？唔知喎。因為啲嘢平。點解平咧？啲租平。點解租平咧？因為個街市冇冷氣。哦。所以咧，佢啲嘢係最平嘅。即係話，領匯所有管轄嘅街市，佢個租金係直接影響一個區份嘅物價，係影響得好緊要。所以領匯加租與減租係直接影響到天水圍嘅物價。好啦，嗱，即係喺一個通脹嘅環境啦之下，嗱又要諗咯喎，領匯加租啦，交通費又加啦，咁之後嚇人工又冇乜點加啦嘅情況之下，咁其實即係對於一個住喺天水圍嘅人嚟講都幾絕望，其實唔絕望，佢就係政府就唔想我哋絕望，所以咧自從咧。在四年前開始咧，就已經將天水圍咧所有啲家庭慘案咧，所有就低調處理，你哋唔會再見到，但係唔代表天水圍冇。
但係即係會係因為一個規劃嘅問題，令到即係咁樣有啲咁嘅慘案啦。咁其實都係不斷地重演，只不過睇唔到嘅人哋。其實只不過物以類聚咁解嘅啫。咁我幫下房長度呼籲下啦。你窮啊？唔想交市區有啲租啊？申請天水圍啊，會快啲入嚟住噶。咁啊，有咁嘅情形之下，咁天水圍點會係唔係窮人啊鬥啫？咁我係仲玩下手呢度窮過深水埗噶，唔出奇噶。即係呢一個係萬劫不復嘅一個，即係好似啊，完全係似一個萬劫不復嘅局面嚟嘅。政府嘅房屋政策啦，係咪先？即係尤其是個公屋政策啦，用呢個偏遠地區特快啊，配上樓呢一樣東西，咁你吸引一啲市區人士諗住係過嚟咁樣。咁但係即係亦都係喺一個規劃嘅過程之中，大家冇諗到就係一個交通費係咯，同埋一個工作嘅機會。咁啊，令到成個即係基本上成個偏遠地區嘅依家嘅規劃嘅政策完全失敗咁滯。咁嗱，即係嚇後邊嗰塊原本都可以叫做一啲政策啦，係咪？政幫到幫，起碼幫到部分先啦。政府話濕地公園都幫到㗎，不過就係見咧，日日咧有好多人去濕地公園咧，都係旅遊巴嚟，旅遊巴走，永遠都唔會喺度消費嘅。咁幫到啲乜嘢咧？幫到會增加，即係等我哋空氣污濁少少咯。冇咩可以幫到。嗰陣時亦都有曾經提過，就係好濕地公園起咗之後咧，就應該會有多嚇可以同附近嚇，即係天水圍嘅一啲景點啦，係嘛先？即係一啲嘅本地旅遊可以做到嘅咁樣。咁但係即係發覺都冇噶嘛。你嚟得濕地公園下一站就已經去落磺山石海鮮咁啊最近。所以其實即係對於呢一個即係區內經濟係即係嚇，因為政府永遠咧就將天水圍就跟元朗劃在一起，即係屬於元朗區。咁元朗當然多景點啦，有好多圍村啊，譬如醉星樓啊，七層塔啊，咁好多景點嘅嗰邊又，但係永遠唔關天水圍事噶嘛。啲人嚟完咁啊，跟住走噶啦嘛。同埋好交代，因為城市規劃劃咗一區啊，需要商業、工業、住宅。但係天水圍咧係入咗元朗區，元朗有，即係天水圍可以冇噶啦。咁乜辦法啫？天水圍點會救嘢？翻到嚟第二節城市規劃與扶貧啦。咁啊嗱，我哋依家咧就嚇轉一轉位啦，由嗰一塊咁嘅爛嘅石屎地，又嚟咗我哋呢一個嚇後邊比較出名嘅一個地方喎。一個美麗嘅沙灘陷阱。係咯，咁嚇即係背後原本有啲咩故事咧？後邊嗰度。咁啊，呢度附近咧都係啲天光墟嘅地方嚟嘅。咁啊，曾經有一次咧，就啲阿婆啊、啲阿叔啊，就擺檔馬晏咗，又唔知道時辰。咁啊，九點幾嘅時候，咁啊有啲市政過嚟趕，點知咧有一個就即係急個頭就得，走無可走啦，就跳落咗後邊條河。睇落去好似好淺㗎，其實條河，但你行落去之後咧。是步步都絕腳，甚至絕住你咧，令到你一企唔穩咧，係可以浸死的。咁所以就嗰陣時就有呢個天水圍嘅啊，即係呢一個居民啦，就係、是、咁樣就不幸地咁啊身亡。咁啊，即係到而家啱啱即係死因庭先至開始聆訊啦咁樣。咁而家個死因庭聆訊係基本上都係意外嚟嘅喎，因為啊，當啲市政就冇話叫佢跳落去嘅，佢自己跳落去㗎。咁與人無尤啊！只不過係使唔使追得咁急咧？好唔夠票咩？真係有時啲嘢放翻條生路俾人行下嘅，有時要嗱呢個咧亦都關乎咧，其實咧成個香港嘅一個小販政策。咁當然啦，亦都關乎你走數，即係交 quota 嘅制度啦。即係好奇怪一樣嘢就係，其實喺新市鎮咧，尤其是啲嚇偏遠地區嘅新市鎮，你會發覺咧。呢、这、一個即係食環署咧捉小販嘅情況咧係更加強、更加勁嘅，差唔多隔日咧就會捉嘅。咁啊，唔知係咪因為即係方便交單啦，係咪？咁但係即係擺明係呢啲咁嘅即係偏遠地區最冇乜呢一個即係就業嘅供應嘅地方，其實係可以放翻少少生路啊嘛，唔捉得咁緊咁。咁譬如你睇下市區咁樣，咁即係嚇成日都有，咁又唔見佢捉，梗係唔捉啦。嗱，政府有時有啲嘢好被動嘅，冇人投訴嗰時就唔理嘅，有人投訴咧就會理嘅。你估喺呢咁嘅屋村成日擺埋咁嘅地檔，
出面間貴租張鋪頭嗰度會有咩反應呢？咁梗係嚇嚇，咁啊領匯先生又會有咩反應呢？有領匯先生有反應之後，政府使唔使做嘢呢？巡禮都要做翻啲嘢，交下數噶嘛。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天水圍啦，或者其他偏遠即係新市鎮嘅狀況，就呢啲咁嘅即係情況出現，就唔係好似一啲即係舊有由墟市發展出嚟嘅新市鎮，由頭嚟，即係由零開始嗰啲，就變咗依家咁嘅情況。冇噶咯喎，如果咪都講規劃噶喎，今時今日你仲有冇機會見到好似大笪地咁上下嘢？冇噶嘛，仲有都係規劃曬，你入到去咁係另外一回事。好似好井井有條，好靚，好乾淨，但實際冇嘢攞到喎。入到去你行得冇人噶喎，當嘢都係個個墟市，個個跳蚤市場都係賣嗰啲嘢，冇你唔會嗰度 feel 喎，入到去唔會開心噶喎。咁啊，即係呢一個係真係一個嚇，唔識講。即係上一節我哋講咗啦，就係一個即係全方位嘅規劃失誤啦，引致咗天水圍嘅問題。咁啊，同埋即係呢個咁嘅規劃失誤，亦都係由於呢、這個嚇、啊、李先生啦嚇、啊，有理事力場係啦，嗰、那個咁嘅嚇集團同政府簽嘅一個嚇、啊、約啦咁樣。咁但係好啦，喺呢個咁嘅即係失敗嘅規劃裏邊，其實仲有啲咩係可以即係收收補補嘅咧？嗱，我已經唔提啦。即係上次之前有個即係規劃師就叫，不如成個天水圍炸咗佢啦，由頭嚟過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呢啲不切實際啦，係咪先？咁啊，即係喺依家幾廿萬人口嘅一個新市鎮，又冇乜工作機會，咁啊交通費又貴，咁有啲咩方法？即係有咩政府應該要做啲咩？又或者其實商界又好，民間自己又好，有啲咩係可以你自己覺得係會幫到天水圍的居民，即係起碼唔使墮入呢個永世貧窮的局面。咁你天水圍本身係冇吸引力啊嘛，嗱咁好似東涌咁，佢啲巴士又唔會單向嘅，因為有機場喺度。係。東鐵沿線亦都有好多上面嘅遊客落嚟，令到佢非常之興旺。但係天水圍偏偏咧就冇呢咁嘅冇呢個設備，就算你去到香港仔啊嗰啲地方冇。冇地鐵，而家未有地鐵，多個海洋公園嚇，佢會吸引好多遊客去嚇食香港仔魚蛋粉。但天水圍有冇咧？冇噶。咁係咪喺天水圍搞翻一啲集體啲嘅嘢，搞翻一啲啲人會嚟玩嘅地方，好似麗苑、啟德冇好耐啦。咁樣天水圍而家有地方噶噃，大把地方，風景又靚，搞翻個機動遊戲場啦，可以有引到好多人嚟玩噶。咁你自然唔會天水圍自己裏面糖水滾糖圓嚇，左手錢墮落右手，包落右手，咁你啲生錢去流入嚟，你先可以帶起個地方嘅經濟，先可以俾個就業機會。如果唔係，又永遠都改變唔到嘅。另外一樣嘢，即係嗱，除咗去即係叫做嚇俾翻啲機動遊戲之外咧，有一樣嘢你覺得好有意見，就係啲嘅即係墟市合法化呢一樣嘢，即係。過去有一些、就是、政策的倡議的人又或者立法會議員都提過，既然這一單的天光墟事件之後，不如都整一個、啊就是、天光墟合法化的政策啦，這樣好像好一點樣，但是、就是、對來說好像有些保留，不是說反對，也不是說贊成，而是說會衍生很多問題，噪音啦、清潔啦，甚至一些地方的治安問題啦。你知道你合法化你一定要有人管理，有人巡，有人看。如果不是的，啲地區勢力一定會伸隻手埋嚟嚇。呢、這個位置是佢霸了的，你要問準佢才可以擺位。要怎樣問準佢呢嚇？嗰啲啦，咁會造成一個助長咗地區一啲唔係咁好的勢力。咁一定要係規劃得清清楚楚。哦，這個地方可以的嚇，唔管你買乜嘢，但係你要開檔就同政府登記。登記了你又可以入去了，咁令到個地方是可以繁榮得嚟，又不會話失咗一個社會的秩序。咁如果另外一個好少少，會不會是其實有街市，有政府的街市會好啲咧？有政府的街市梗好啦，但如果有政府的街市，而家領匯所管嗰啲街市咪冚棒啊，搞掂咗咯。咁其實是噶，天水圍好大，真的好大，30多萬人。是絕對不夠，我很喜歡去到
深水埗，唔係去深水埗，去大埔嚇嗰啲咁嘅地方，哇！有好靚嘅市政大廈，我會好中意上去啲三樓啊、四樓啊，啲熟食中心又平又好食。但係天水圍點解冇嘅？好大個天水圍，大佬咁多條村，三十幾萬人，一個一座咁嘅嘢都冇嘅喎。但係永遠咧就係分翻散曬，甚至咧啲餐廳開咗，啲細間少少嘅都生存唔到嘅。嗱，你來來回回即係見到啊大乜啊嚇誒、大乜大物啊 M 字頭啊嗰啲嘅啫，咁你冇意思喎，你真係食到我係唔想食嘅喎。同埋呢一個亦都唔係誒鼓勵當區經濟嘅一個辦法啦，始終都係一個嚇。即係外邊的一個即係集團式咁樣喺度，頂多就係即係增加個就業機會。咁啊，亦都因為嚇領匯嘅一個租金嘅嚇機制啦，咁啊令到即係小商户就真係比較難以生存啊進入啦。好啦，嘉康，最後一個問題啦，如果俾你可以做到嚇天水圍區長，在依家呢個位置，你會點樣規劃呢個咁嘅社區，可以令到即係窮人生活好過少少？窮人生活好過啲，你起碼可以劃分一個叫做將天水圍自己獨立劃區，因為香港要獨立劃區嘅咧，咁香港政府就需要將一個區就分劃商業區、住宅區、工業區。當然啦，香港而家工業嘅式微㗎啦，起碼你劃到個商業區出嚟。引進一些店鋪啊，或者其他嘢，就不像而家只得啲商場。你根本周圍走過商場一樣的 copy 嘅啫，啲鋪頭就差不多，眼好面善嘅。咁你畫咗出嚟之後，另外社區裏面一些需要市政大廈啦，每一區都會有的啦。而家之前係冇嘅，但原來有兩棟喎。咁起碼有個熟食市場，我哋可以吃啲平嘢嚇，我甚至唔使。去領匯啲街市咁貴租，嗰啲物價都貴埋，可以攞翻平嘅物價。咁慢慢嚇、加埋一個，譬如頭先講過嘅，加個機動遊戲嘅遊樂場啊，或者係其他設備引到啲外來啲遊客過嚟啊，大旺啊。咁慢慢一個循環一個循環，希望一代一代可以一路富裕翻上嚟。你話一息間富裕起嚟係冇可能嘅，但係希望嗰個循環係一個好嘅循環，唔會好似啊咁一啲壞嘅循環。就正如我頭先帶你去。近路過喺邊路過，見到一啲一家人冇冷氣機，而家咁嘅天時冇冷氣機，甚至得一部冷氣機，夜晚全家人瞓埋喺嗰間有冷氣嘅房裏邊，嗰、那個冷氣機就係人哋送嘅或者執嘅，係點樣過咧？呢咁嘅三十幾度嘅夜晚日子，唔知道你哋個每一睇到嘅節目之後，有冇諗到三十幾度，人人開住冷氣射住你，你係點樣過？點樣瞓嗰一晚？啊、就我呢度望過去，就已經有一兩家人。是完全冇冷氣，但 Michael 喺度影啊。咁所以即係嚇，都希望啦，除咗政府之外啦，即、就、係、是、大家嚇、出謀獻策，繼續諗多啲方法去，起碼即係喺地區規劃上邊唔好再重複天水圍啦，同埋東涌嘅一啲錯。而且希望政府真係話聽下人講嘢，唔係話諮詢完聽完就算數，自己做自己嘢咯。今次最後一集的扶貧致富城市規劃與扶貧去到這裡，希望大家在9月的時間也會繼續留意我們這個扶貧的高峰會，再見。